学生们好，老师好。好，你们知道美国的货币叫什么吗？美国的货币叫美元。对。那中国呢？人民币。那这个日本的货币呢？日元。日元。日元，对。那韩国的呢？韩元。那法国的呢？法国的叫什么？我知道。法郎。哦，那这个泰国的呢？我知道，叫泰铢。Thank you.